味无穷。也许这个时候我的父爱就无意间的产生，哎呀，这孩子真有意思。今天比较活泼一点。那这个歌是在你之前发表的专辑里面有听过的吗？没有，全新的。全新的，对。哎，很期待耶。这首歌叫《妈妈 says》，就是妈妈说的话。我发现，就是我在创作的不同阶段，都会写一首歌给我妈妈，因为它是一个 funk 的歌。那我通常都是有拿吉他当我的保护色。当我拿下吉他的时候，常常会觉得两手空空，或者是肢体不知道怎么伸展。结果昨天柏林看完我的彩排，他就直接来跟我说，他说我觉得我一定要跟你说，你这里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。你电流，你这样电，你的身体跑到这，可是你脚没有动，所以就有一种尴尬的感觉。所以你要嘛就是站过来之后，你就是电过去之类的。看起来，你觉得对，就直接制造一个效果，甚至走过去多踩几步都没有关系。慧竹让我惊艳，他居然跳舞，然后还会做这种电流的东西，就是觉得哇，就是蛮帅的。文青的，一跳舞就整个嗨翻天了。
我觉得惠祖就超可爱啊，然后又很帅，他在跳舞就是 idol。刚刚我因为我一醒来了，然后我就看到惠祖在跳舞，就一直跟其他人讲，哎，太可爱了吧，太有趣了。赞呢，哎，惠祖跳起来了呢，哇呼！而且他不是蠕动哦，他是大跳哦，扭动哦，超级可爱的。娜拉，你要跟人家学。真的，我自叹不如到一个爆炸，太可爱了啦，可爱死了，然后又唱得很好哎、欸，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惠祖，说真的，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，可以在这么大的舞台可以这样子的演自己的创作，所以要把握。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我刚刚就问哈林哥说，嗯，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吗？本来是这样吗？不是，完全不是。他平常是背着律动，他是冒牌货。对，假的，你是不是有谁附身？赶快退下。他就是李十一说的那个。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超级可爱啊！因为他的肢体动作，我一看就觉得说，嗯，他平常应该不是这样的。平常应该有背吉他，因为这边叫斗，好像有个吉他卡在这里。而且有时候还有一首同锁同脚的。对。那肯定就是可能平常真的没有在跳舞啊，甚至没有什么太多的肢体动作的，所以你做起来就特别让人觉得太可爱了。我觉得为这首歌更加的加分，然后你整个演出啊，也让我很享受，你也很享受，我觉得这就是很棒的表演。嗯，很棒，赞哦。我觉得很有趣，太有趣，我只想给他一个大大的赞，因为我觉得他要做这种事情，就是你心里要很坚强。只是你今天这个表演，我觉得唯一一个需要改变的是你的服装，你应该跟九九换衣服。九九那一套吗？对啊，要确定呢，老师。也许有点长啦，有一点。可是就是类似的装扮，配合他这个音乐。不过我想要跟惠祖哦，就是确实的聊一下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强项是什么？你对自己的了解？我可能就是什么每个地方跟别人比都没有，就是特别突出。可是老师们很多次在节目上提到，就是我唱歌的时候绝对是100%的诚恳这件事情。对对。你的声音是非常温暖非常诚恳的，所以听你唱歌会有一种幸福力。那在这种状况下，其实你选这个类型的歌，你唱起来是会比别人更吃香。你在那边又唱又跳，不是你很擅长，可是我倒觉得你做起来不是很尴尬。尤其像我们从头看过来，就是趣味无穷，也许这个时候我的父爱就无意间的产生，哎呀，这孩子真有意思。因为我也希望这个我的孩子是这样子，肯去尝试，不要在自己的这个小圈圈里就这样温暖的长大。那在这方面我是给他很高的分数了。哇，太好了！这首歌从妈妈说变爸爸说，哎，对，对啊。刚刚一开始还想说，哎，你是被李十一附身了吗？我刚刚有叫他传送一点自在的电流给我。有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吧，超难听的。传输，你可以。然后安慰他，如果唱完。传输一点那种自在电流，对吗？自在。可以，不可以，可以。就很喜欢啊，我觉得喜欢你的勇敢，喜欢你的尝试。像这种 disco funk 的曲风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很常写，但是至少这首听起来，这个旋律线我觉得很高级，是好听的。谢谢老师。所以你可以多写一点，多尝试。好。我觉得你的演出带给我很单纯的感觉，就是我觉得没有会让我觉得很多余的技巧什么，就是在一些你有转音啊或什么，我觉得都恰到好处。对，就是单纯的美好，甚至你拉长音，然后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单纯的美好。每次都以为他会有一句新的结局，结果都是重复在讲单纯的美好，音乐很重要。